蔡同仁委员发言。啊，来来来，待会我会问，请杨部长吗？啊，杨部长，杨部长请。蔡委员你好。啊，好，应付定力好。我这里太多马委员哈，有在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啊公民的代志啦。啊，是。伊若讲干那去美国这边哈，是无美国的公民啦。因为美国可能要申请绿卡哈，你每个每当爱入去美国这边去 renew 哈，达有法度啦。所以你若干那讲去美国一世人去这边，都干那迄 green card 都请袂到啊。是，更不要谈这个新这个 American citizen 哈。是，好啦。所以马委员应该很喜欢听到他这个专家啦，因为他在美国待了很短时间，证明了。对，我会继续去争取啊！哎，啊，这时间来考起来呢。那可以了，不要紧了，不要紧。我咧讲政府哈，起码有两个 concept， 两个观念哦，足妨碍敌人外交部的工作啦。第一个就是讲外交小兵啦，这外交小兵哦，不但恁外交部的人无 alert， 无机警哈，含这个马英九本身对外交嘛无讲足机警哈。这个地震是拜五的下晡时啊，1:36发生啦。这个拜六夜晚呢，马英九要过去咧泡汤啦，啊，要过去咧洗温泉啦，哈、哦。礼拜六晚上哈，五个总统出了消息，这是阮助理给他提供的消息啦。什么人去？马英九啦。没有，我的了解、啊、是。巴拉圭的总统这个到我们国内来访问，礼拜五晚上我去机场接他，那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官方官司的活动，所以他希望要求到这个外头这个可以洗温泉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安排鲁哥总统，我自己都没有陪他去，我不是在公立的就是马总统也没有陪他去、欸、所以委员的资讯可能不太正确。好，马健、嗯，啊，起码咧讲恁这个外交人员哈，是，这是一个人的命令哈，决定着讲那紧急的代志是，伊有法通立刻处理啦。嗯，所以咱外交官的能力哈，啊，决定着讲，若发生紧急的事变的事，咱是不是真 alert， 真有法通人去处理啦。嗯。并且讲这地震这款代志哈，是这个人民足需要因的政府来保护的时阵啦、嗯。你平时伊嘛无必要政府的保护，但是当我们最需要政府来保护时，啊，政府无从法律的力量去保护咱的侨民哈，这个人就开始对政府 complain 啦。嗯，哦，所以从讲这边灾情哈，这个杨委员啦，伊是。对恁国民党，伊要作为党面，对恁国民党足保护呢，对恁的政府官员哦，伊今仔我甲听，伊对恁批评一下，遐济吼，这里是表示讲恁外交部吼所做的代志，一个有需要真大的改进。我们谢谢委员的指教，但是他的很多也许有相当多的误会哈。我对我们同仁在处理这个日本震灾所延伸起来的其他灾害的过程之中。所托日的驻日代表处同仁所托日的，我对他们是非常的肯定。在那种紧急情况之下，他第一个就要赶快找到底有哪些人去，在日本的什么地方有留学生，立即透过各种管道联络。问题是那一段期间的这个通讯有问题，没有办法打通这条电话，所以没有办法很立即的收集这个资讯。伊一家咧答我有听。哇，我可以理解他们着急啦。Communication 哦，印度我怎能解决？是安怎恁这个？无啦，代表处我怎能解决？伊咧现直接咧叫你坐啊！无，我可以讲啦，因为其实咯，我自己本身跟冯大使通电话也好几次没有办法打通，偶尔打通就讲了一半就是断掉了。好，这一行哦，这个我讲外交小兵哦，和恁这个外交工作人员拢无够 alert 哈。第二点，这个一个中国啦。一个中国政策齁、哦、
你妈现在一直都在说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呢？不啦，可能委员你这个有一点这个太简化了，这个外交修兵哦，外交修兵只是。那个我不要跟你问啊，我现在跟你说。啊，不，你都提起啊，你都提起我。对啦，我现在跟你 change 一个 topic 哦，一个中国。等一下，去给他写浪费时间。我怎么跟你讲？不不不，你刚提到一个中国，我也把它讲清楚。所谓一个中国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才完整。你如果单独讲一个中国，我们政府从来不讲一个中国这四个字，我们讲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才完整的意思。我你听我讲完了，咱北美台湾人啊，我讲哈，我你用单位哈，一个中国，就是讲一中。迄、那个一中国表啦，哈、哦，一中国表，中国就敢去表述啦，哈、哦，中国表述讲一个中国，台湾跟中国是合作一国，啊，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哈、哦，这一中国表，中国是表示安尼啦，不对，不，我跟你讲哈，我跟你报告，我知道从1992年有这个。香港会谈达成了这个共识以后啊，中国大陆很少很不愿意去讲一中各表，他只讲前面一段一中各表他就不讲了。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在2008年3月22号我们这边总统选举完了以后，3月26号胡锦涛跟美国总统小布希在一个电话会议里面，这个小布希鼓励要求中国大陆胡锦涛赶快跟台湾恢复对话。胡锦涛用他的话，他讲中国这是一贯的立场，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要尽快在九二共识的这个情形条件之下 on the basis of 1992 consensus赶快来 resume the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s。 然后他进一步解释 92 consensus which means the both side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gree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but also agree to differ on its definition。 这是第一次非常重要的由中国大陆的元首向另外一个重要国家的元首完整的讲出何谓一中，他那时候讲的就是，所谓一中就是双方同意一个中国，但是不同意他的这个解释，可以不同的解释。所谓 agree to disagree， 这个很重要。你赶紧一时间哦，去解释一下，就叫我讲的。你刚刚就讲，不是刚刚就误会了嘛？叫那这个误会啦。那你是故意的嘛？对不对？喂，部长，我就跟你讲、哦、你听我讲啦。好，我听你讲。我在讲一个中国，中国的解释，就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是安尼？他在有些场合，在别的国家跟他们建交的时候会这样写，但是很多国家并不这样回应，很多国家都讲说，我 acknowledge， 我 acknowledge 你的立场。他只是知道中国大陆的立场。你都没在听人讲话呢，我本来对你足尊敬的呢。我嘛真对你真尊敬啦，你讲我听。你都没在听人讲话呢。好，我是讲一中国表，中国的表示呢，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我们不接受。你不知道。我不接受。哎，你乱来呢！你都没在听话，你做什么外交部长啊？我就是咧，甲你讲，咱唔接受，无接受，无要紧。就是讲，中国的立场，甲你解释讲，一中国表，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啦。这是伊的解释。对啦，啊，我也无甲你问讲，我咧，他拄我咧甲你讲，这个一中国表，中国的这款的解释。但是我，啊、你咧搞这上面啦，你咧浪费我的时间呢。不，委员，没有。你咧浪费我的时间呢。委员，我今嘛我讲哦。好好。这个中国表示安尼啦，咱去表示讲一中国表示咱的立场，全世界拢无人来甲你听啦，拢干那听中国立场啦。所以讲一个中国一中国表，都是同样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啦。因为中国敢表示，咱唔敢表示啦。所以你去讲一个中国，这个菲律宾
用这个台湾的人方把你送去这个中共哦，咱唔当去凑，迄个跟菲律宾是爱去凑马英九呢？你家己讲王队，讲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中国的一款台湾的中央政府嘛，所以用这个台湾的人方交予中央政府去处理。这个菲律宾的总统跟你讲，我不会跟你道歉了。那是你自己说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啊这个中国就是 in Central Government National Government， 所以用这个家伙这个中国，你人犯你台湾要怎么讨论，要去跟中国的人说嘛。所以你这样、这个菲律宾的总统不会跟你道歉，咱来检讨呢，不是跟他去测菲律宾的总统呢，咱来先来测咱家己哦。委员，我甲你报告好不好？我甲你解释一下哈。菲律宾伫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候，确实犯了真侪错误，其中之一，我无得接受的是讲，一提起这个事情跟一个中国相关，所以他的一个中国政策相关，所以我立即跟他反驳，同时叫他 shut up， 叫他不可以再讲了。真的，他以后再不敢再讲了。我跟委员报告，我必须很坚定的告诉菲律宾政府，他因为不了解这中间的这个敏感。这中间的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情形之下讲了这些不应该讲的话，这是他犯了错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要求他对我们做出相当多的这个善意跟歉意出来。他做到了，他做到了。道歉嘛，那是恁家己讲的一个中国政策啊，因那是中央政府，咱地方政府，所以用人方搞中央政府。他也地方政府被放慢转个特来。他也有，他也把相关的人犯也有，最近才换了，把一个人送到台湾来。过去在去年的12月22号，也把一批送到台湾来。12月27号，把14个人送到中国大陆去。我讲，我存十秒钟呢。过去有，现在还有，他把人送回到台湾来。跟你外交部讲吼，即马最近伫国际组织还是外国吼，称呼台湾卡嘛、恰嘛、China 吼，愈来愈侪，这 frequency 吼愈来愈大。恁叫恁外交部人去研究一档吼，看最近有较侪无？即马发展啊，讲唔是干那名称尔呢，含即个人犯吼，啊怎啊跟你送去中国？所以这吼 ，just a beginning。以后这款代志哦，也会阁发生的啦。我也免甲答啦。无甲你讲的时阵，安那刚刚你这边来讲呢，媒体报道出来会有偏差，我必须要让这个事情这个清楚一点。确实，在国际间 abuse 我们的名称、错误使用的名称的情形是存在的，我了解。而且愈来愈多，不是存在的。不是愈来愈多问题，是愈来愈多是过去无去发现到。本来就伫遐个代志，过去无去发现到，即摆发现到了呢，我拢马上去要求改善。甚至于我去年在主持欧洲汇报，在欧洲的时候，我要求所有外交部驻外人员主动用搜寻的方式自己去找有哪些，然后立即去交涉，其中包括政府的部门、外国政府的部门，把我们错误使用的私人团体的、民间团体的、学术机构团体的，我们去要求他更正。更正的数目也相当之多，一时之间我没有告诉你哦，也好几十个，哎，好几百个，然后现在还会有，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计其数。我现在在这里呼吁我们国人，不要有这个情形发生以后，就来指责外交部，是来告诉外交部，同时我们国人一起来向相关的他们外国的机关、政府去抗议，这个抗议的力量才会大，让他们知道。我们政府以及人民对这个事情强烈的感受，叫他跟，所以一起来努力，上大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哦，叫嘛唔当去讲一个中国政策，你讲了对，这民间的马总统没有单纯只讲一个中国，他是讲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九二共识我要非常清楚，九二共识书籍出版一本册，讲根本都无九二共识，伊家己去发明的那九二共识书籍，家己出版一本册。你叫恁外交部的人去查看嘛，伊伫新闻稿讲对不起，那是我家己书籍的 creation 哈、哦。
蔡委员，啊，你也多在讲九二共识。蔡委员，这个词啊，是把当初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用简单的这四个字讲出来，它的完整的意义要讲很长。我就它的完整意义来讲，简化的讲，就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子的意思。好啦，谢谢蔡委员。